玻璃杯泡法适用于外形秀美的名优绿茶、黄芽茶、功夫红茶、针形白茶等。绿茶一般可蓄水两次，玻璃杯温杯时建议旋转360度，热气环绕，犹如一片白云飘过，很美很静。行礼鞠躬。入座。布具。温杯，温杯一方面可以保护器皿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助于提升茶的香气。取茶。赏茶。制茶。润茶。润茶的水量大约需要将茶叶完全的浸没即可，浸润后的茶叶，茶汤的香和味能更快地达到最佳效果。冲泡。奉茶。收据。冲泡要点：取茶量1克/50毫升，茶盒取茶量每杯约为3克，水温建议85度以上，冲泡时间2至3分钟。谢礼。绿茶冲泡看上去简单，实际操作却与预期不同，希望大家慢慢练，享受练习的每一刻。